九九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佛子住佛寺尊有十种最圣法，最殊胜的法。所谓一切诸佛大愿坚固，不可主坏，所言必作，言无有二。一切诸佛唯欲圆满一切功德，尽为来际，修菩萨行，不生谢倦。一切诸佛唯欲调伏一切众生欲，往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如是而为一切众生，而无断绝。说一切诸佛呀，唯想着要调伏一切众生。去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世界，去那么很多很多不可说那么些个地方吧。为什么呢？度众生，从不断绝。一诸佛与信与毁二种众生，是吧？信法的，毁谤法的。佛是大悲心普光，不是你信我恭敬我，我对你好一点，你不信我不恭敬我毁谤我，我就对你不好了。没有，我们生人有，佛不是，佛没有，平等无异，平等对待你。一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成佛，终不退失菩提心。从最初发心，发菩提心，乃至到究竟成就佛果，不退菩提心。咱们在现在咱们发的菩提心，连相似心还不够啊。到了初住菩萨发菩提心，相似菩提，他发菩提相似不是真的。到了初地菩萨发菩提心，还属于到十地还是因呢？十一地发菩提心就成就佛果了。始终是从初信到成就，就是一个心。什么心呢？觉，觉悟的心。菩提就是觉。一切诸佛极尽无量的诸善功德，为什么极尽无量性功德呀？回向其自性，回向自性。宇宙世间终无眼作。这个呢，从初发菩提心，就对世间厌离，不会受世间眼作的。第一个要厌离世间。现在咱们不是出家修道，咱们也是在发菩提，
这行事严厉呀，这也严厉时间呢。那提出新法，披上袈裟了，就是严厉呀。但是我们这个心呢，还办不到，经常怨念时间。出家莫思家呀，说出了家了，别再想家呀。要是你的心离了世间了，而又怀念世间，你能成道吗？出了家了，心不离开家，身离开家了，身不离开家。出家思在家，两句不可得。在家的什么事情你也没做到，因为你出了家了，出家事情倒也没成到，出家又想家呀，必定两不法，两个都不成。所以我说这话好像有错误啊，我们都出家了，哪个想家？那你拍拍自己的心吧，说真实话，不要说假的，都是自己骗自己啊。所以达不到佛的这个目的啊，达不到什么呢？从住发心一直到成佛，终不退失菩提心。是吧？也是《华严经》里头，假使若火轮于如顶上悬呢，终不一丝苦，退失菩提心。咱们一点点小的挫折，一点小的这灾难，退失菩提心了。这退失菩提心很简单，不是说我很样的霸道还俗，还不是那，你心里思念，也念差。念头不专一了，就退失菩提心了。这点很难很难呐，很难很难。这个是深奥的了，这是佛境界了。我说的反面，反面就是众生的境界。到成佛，同出发心，到成佛都不是退佛心。咱们呢，经常退。经常有提起来，知道自己念头不对了，忏悔，提起来，或者摸摸脑壳，哎呀，我是出家人呐，这么一回念，道心又升起来，这是顶好的了，也能念念不退啊，念念在道，那很难了，很难了，那是《华严经》所说的，诸佛菩萨就是这样的。一切诸佛极具无量诸善功德，皆以回向其自性。宇宙世间终无眼拙呀。这不是说成佛，说这佛在因地当中，他集聚了很多的功德善根。因为什么呢？他对于世间呢，一点的眼拙心没有，念头都没有。念念相续，这个咱们在那个讲大乘大经十轮经再讲吧，那比这个说的清楚了，全部都是这样的，这么对待，这么修观想，就是，这是说佛果上的事儿。一切诸佛与诸佛所修习三业，微行佛行。诸佛与诸佛所还要修行。深口意吗？说他因地了，因地修行了，他因地当中就这样的寡行佛行，佛所做的，他怎么做？非二乘行，二乘行是了生死，就是没有大悲心了，佛呢
是大悲心具足的。在咱们大家学华经都大悲心具足的，大悲心具足了，不做大悲事儿，不是向你要到外头救人呢，干什么到社会上啊？不是这个意思，说你的心念念是大悲心，你自己观自己，说你身上啊寄生的有无量众生，当你自己一点不放逸，念念想到就把我身上的这些众生度了就好了。大数说八万四千，其实是无量，在你吐吐沫排泄都有众生。你看你隔的碰着一点口子出一点血，那里都好多众生。那佛其他的经论呢，详细教导这样讲的，说你这样子回向智慧的体性，世间呢从去不染着，以这个心完了进入诸佛所修行的身口意三业，微行佛行，佛怎么做我怎么做，不做二乘人，不是不了生死，这个了的生死是大生死，变异生死，不是分段生死。把你所做一善业回向自性，回向佛果，这才能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一诸佛放大光明，其光平等照一切处，智慧。前头都讲佛骗一些座的一处说法，就是佛的智慧光明照耀的。你诸佛之法令诸菩萨心得清净，买其字。一切诸佛舍离四要，世间的要贪求不要，或者舍离世间乐，一切世间的快乐不贪不厌，普愿一世间离苦得乐。那个乐是究竟乐啊，不住细论，没有细论的了。一诸佛悯诸众生受种种苦，守护佛种，还是大悲了，难悯众生了，令他们都进入佛的境界，处理生海，处理生死海，待得实力地是为师。佛子诸佛世尊有十无障碍住，住在无障碍上啊。大体说有十宗，何等为师？哪十种呢？一诸佛皆能住一切世界无障碍住，住在世界上不为世界所障碍。一诸佛皆能住一切世界无障碍住，一切与一切诸佛皆能住一切世界行住坐卧无障碍住。一切诸佛皆悉具足，一切诸佛皆能与一切世界演说正法无障碍住，演说正法无障碍住，住在正法而不障碍。咱们现在学佛住在无障碍，但是我们的心障碍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常识的狭隘，观小人我是非，自己给自己做障碍。一切诸佛成就了，他在一切世界演说法的时候没障碍，他心无障碍故成就了。甚至我们自修
或者利他，全有障碍。障碍从哪儿来的？从我们自己心生的，不是外来的。自己给自己做障碍。那诸佛呢，他演说正法的时候没有障碍，他就住在无障碍，说演说的法也就无障碍。咱们住的有障碍，心有障碍，身有障碍，口业有障碍，说法有障碍，它是相反的。等这么成就了，成就了就没障碍了。咱们现在呢是顺佛所说，学佛所说，学着无障碍，学学的到了自己没有无障碍了，那就住在无障碍上。一如我皆能与一切世界住斗率天宫无障碍住。斗率天，但是无求天啊，实际上啊是指内院说的。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内院，那六欲天的第四天宫，第四天宫，第四天有障碍的。但是一祝福将要下生成佛的时候，住在斗率天没有障碍了，那叫斗率天的内院。只有斗率天非内院和外院。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说，我们有几个老和尚是现代的，说到了斗率内院了，以前都做梦啊，到了斗率内院了。那个是有障碍的，不是无障碍住。这个一祝佛说的无障碍，因为他下生要成佛，跟佛一样了。这等觉菩萨、十一地的菩萨都入世，没有障碍了。因为这个事儿，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定记住：时定、时通、时引，成就了。时通时引的以后的法全是无障碍啊，成就了，究竟成佛了。对，就是时通时引时这个以后所说的不思议，全是不思议，有障碍就可思议了。一切诸佛皆能入法界，一切善事无障碍状。一如佛皆能做法界，入住念，这样进法界。一如佛皆能念念的观，观一些众生心行，以三种自在教化调伏无障碍众。这是入住呢，一如佛皆能做法界，一些无障碍众，一如佛念念的观，也都是心性，以三种自在教化调伏无障碍中，入住念。那一切诸佛皆能以一身住无量不思议佛所。一身准住啊，骗的，一切佛所就在一个寒毛孔中，一身就是法界，本身就是法界，说有不可思议佛所。所以在一切处一切佛所都能利益众生，没有障碍了。光明的、智慧的还有什么障碍？一诸佛皆能开示无量诸佛所说的正法无障碍住，是为实。这十种都是智慧，智慧才无奈。光明体，光明体无障碍。佛子诸佛子，佛子诸佛世尊
有十种最上无上庄严，何等为是？前头是说无奈、无障碍，现在说是庄严啊，最胜的庄严。咱们世间，或者戴个戒指啊，戴个头冠呐、啊，戴个花冠呐、啊，穿个好衣服，这个庄严不是的了，庄严不上的啊，庄严不上的，嗯。是以功德与智慧，前头讲功德又讲到智慧，在前头的功德智慧来庄严佛的刹度、佛的身、佛所依住，以这个为庄严的啊。所以一诸佛皆悉具足，住相随好，一向都无量好，就是三十样八十种好，那很少了，那是化身佛了。无量庄严，无量相好，无量随好，这是佛的身庄严。这身口意从佛说，又说到身口意，无上的庄严，身庄严。音声呢，一诸佛皆悉具足。六十种音，每一音又分成五百份，那六十乘五百，那一份呢有无量百千清净之音，以为言好，言好音声的啊，能于法界一众生无入恐怖大狮子吼，演说如来甚深法义，众生闻者每不欢喜，随其根欲，悉得调伏。欲是指这心说的，根是眼耳鼻舌身。谁有身的欲望？眼有眼的欲望。一六根都有各个的欲望。都能调伏。是诸佛第二最胜无上的于庄严，一诸佛皆具足实力，诸大三昧十八不共庄严异业，光说异业的啊，异业具足这么多，所行的境界通达无奈，一切佛法贤得无余，法界庄严而为庄严，法界众生心之所行，取来现在各个差别，于念中心能明见，是为诸佛第三最上无上义庄严。于诸佛坚体能放无数光明，一光明有不可说，不可说光明王以为眷属，普照一切诸佛国度，灭除一切世间黑难，实现无量诸佛的初心。实现一切诸佛的初心啊，把一切黑难的世间把它灭除，能实现无量佛相续出生，这是法身境界相啊，皆悉清净，所住的佛事呢，显不唐捐，没有白白做的，唐捐是空的，浪费的，不是的了，没有浪费的，都是度了很多众生，能令众生之不退转。这不退转有两种啊，一种是凡夫不退转，不再堕落三界了，就叫不退转了。人而不退转，菩提心永远不退转，成就了，乃至登地的菩萨，为诸佛第四最胜无上光明庄严，拿这个作为佛的庄严。
接触佛现微笑的时候啊，接触口中放百千亿诺陀俄生起光明，一光明各有无量不可思议种种色，口里放出的光明，每个光明无边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遍照十方世界。大家看到很多霓虹灯吗？那个变色的霓虹灯啊，嗯，那个光明就是那样一样意思，形容词啊。如大众发诚实语，佛说有的言说无不诚实的，是真实语、如语、不可思议语、诚实语，受无量无数不思议众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都能成佛。这就是我们华严经说的，佛说一切众生都会成佛。法华经是受记，华严经是普遍的，连医报都受记，是为诸佛第五离四持惑坠上无效无上现微笑庄严。这个庄严很特别啊，大家微笑一下，庄严我们这个世界，这叫微笑庄严。你微笑了，谁看都喜欢。哎，撅起嘴，像是该你好多没给你似的，谁也不喜欢，看着你生烦恼。这以烦恼加给人，说你微笑呢，是以欢喜加给人，呈现微笑境界。一入佛，皆有法身清净无奈，一切法究竟通道。诸于法界无有边际，随在世间不离世间，了事实性，行处事法，言语道断，超运出界。佛在世间不跟世间混杂，因为他了解世间的真实性，在世间行处事法，言语道断，超了蕴界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是佛诸佛第六的无上的法身庄严。一诸佛皆有无量常妙光明，不可说不可说种种色相，以为言好，为光明藏，除生无量圆满光明，普照十方，无有障碍，是为诸佛第七最上无最胜无上常妙光明庄严。一切诸佛皆有无边的妙色，可耐的妙色，清净的妙色，随心所现妙色，央蔽一切世界的妙色，央蔽一切三界妙色，道于彼岸无上的妙色，是为诸佛第八最胜无上的妙色庄严。一切诸佛皆于三世佛种中生，即入三宝究竟清净，无著过失，离世间的羁绊，一切法中最为殊胜清净妙行自所庄严，具足一切自治种族清净无能机会，是为诸佛第九最上最胜无上种族庄严。一诸佛以大慈力庄严其身，究竟清净无入可耐，身形容邪，心善解脱，见者无厌，大悲救护一切世间，
第一福田，无上寿者乃悯利益众生，其能增长无量福德智慧之具，是为诸佛第十最胜无上大慈大悲功德庄严。这是第十种，十种的庄严怎么得来的呢？这十种的相上有这么多相，实体呢无相，智慧，所有的庄严相都是智慧，是智慧成就的利益，所得到的利益。外相庄严具，一切庄严其实就是智慧光明庄严。单讲一个微笑，我们有的道友跟我讲，他看见佛像啊，对他微笑。我说佛跟你受戒了，佛在《华经》说微笑受戒，这是他内心感觉。那有的呢，看着佛在那儿现愤怒相，他害怕了，他说现愤怒相，我说佛现愤怒相消你的嗔恨心，佛现愤怒相消你的嗔坏。同是一相，是众生心的变化，不是佛。佛相永远如是啊，佛不会给众生现嗔恚相的，佛现都是欢喜庄严。但是西藏佛像不同啊，西藏佛像现的愤怒相、佛像很多，文殊啊、观音呐、普贤呐，都现愤怒相。各有教法不一样，但我们大陆上一般的佛的像庄严威盛，都含着微笑。在我们汉地的观世音菩萨像永远是慈悲的，是不是？西藏观世音可不同了，愤怒的，是吧？一方国土养一方人，佛在每一方说法不同，相已不同，是庄严相啊。以下，佛子，诸佛世尊有十种自在法，何等为是？一切诸佛与一切法悉得自在，明达种种具身为身，明具闻身，闻有闻身，具有具身，味有味身。无论说什么法都有个味道，味道大家没体会到。过去那老学究啊，念唐诗了，做个高诗了，摇头晃脑干什么呢？晕带个味儿，知道有个味儿吗？晕带味儿啊！你看那个唐诗的三百首里头，那个滕王阁序，滕王阁王勃做这个滕王阁啊，他就非常高兴，显了他的才奇才了。后来他到交子国，就现在越南吧，到交子国，他父亲那时候做那个县令，就管理那个越南，他就看他父亲。他在滕王阁这江写啊，江写。这时候这个赋啊做得非常好，中间有两句他最得意的，他经常晕这个味儿，晕这味儿。那过长江
长江翻了，船翻了，把他淹死到里头了，死了，鬼做了鬼了，还有味儿，还有味儿，就在长江啊，在那个万寿这儿到下头，已经到了四川境，长江那一段呢，秭归那一段嘛，经常人坐船呢，听到江里念，听到江里念，念什么呢？他最得意两句：“落霞与孤鹜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坐船人都听到，他就晕那个味儿，这叫晕味儿，变了鬼了还晕那个味儿，这叫乏味，这叫味啊。后来又有一个秀才，也是专门研究这个古文古诗的，他又坐船，他也到那儿去，他听着念，他说：“你不要念了，你这两句不好。”他落霞孤鹜飞，干什么要鱼字干什么？秋水长天一色，二合一了吗？你还要鱼要共干啥？把那鱼共取消吧，秋水不要共，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孤鹜飞就很好了。打这么在坐船听不见了，没有念的。我说这什么呢？众生的习气，这众生的习气，那晕味儿，晕味儿。为什么这个事儿啊过去了，还想那个味儿？什么？你吃辣椒想辣味儿，盐巴吃太多了想咸味儿，这叫晕味儿。法自在，没有味儿了。一切诸法自在。所以这讲到具味儿、身味儿，说法的时候，闻具，具有具身，闻有闻身，就是意啊，闻有闻的意，具有具的意，这叫味儿，这个叫味儿啊。说佛说诸法辩才无奈，是为诸佛第一自在法。也诸佛教化众生未成事实，机缘到了，佛就说：“随其愿，随其快乐，耐耗。”那佛就给他说正法。显灵调伏，没有断绝，是为诸佛第二自在法。也诸佛能令尽虚空界无量无数种种庄严一切世界六种震动，令彼世界回举回向，回大回小，回成回散，未生恼害于众生。其中众生呢，不觉不知，无疑无怪，是为诸佛第三自在法。也诸佛以神通力，悉能严禁一切世界，于念情，普现一切世界庄严，持住庄严，经无数劫，说不能尽。前头讲了庄严了，那是光明庄严，这个还有其他的庄严，说不能尽。悉皆离眼，没有眼法的，纯净无别呀，清净无别。一切佛刹严净之事，皆令平等入一刹中，把一切诸法严净入的一刹。十位诸佛第四次在访，一切诸佛见一众生应受化者为其助受，经不可说不可说界乃至尽为来界，助受呢常是活着不断应受化者啊。解家趺坐，身心无倦，
专心一念，未生妄废，未生废妄。方便调伏而不失时。如果一切众生，我一切众生都已入世，一众生也好，多众生也好，都入世，自在吗？这是第五诸佛自在法。一切诸佛悉能遍住一切世界，一如来所行之处而不沾舍。一切法界十方个别，一方有无量世界海，一世界有无量世界种，佛以神力一念显道，转于无奈清净法轮，是佛诸二第六自在法轮。自在法这个诸佛的无奈啊，没有方所的啊，你的方所的啊，一方别的没有经论证明啊，咱这菩萨戒经啊，佛说的念佛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那36万亿呢？有36万亿个极乐世界，无量无量。再往西边呢，还有无量无量。东边呢也如是，南方也如是。文殊师利从南方不动世界来的，地藏王菩萨从南方，那没说世界，哪个世界？不是跟文殊师利菩萨不是同一个世界，南方也无量无量世界，世界无量，每一世都有诸佛，诸佛无量。咱才讲那个俄生七品里头啊，释迦牟尼佛到最后一尊佛，每一劫那个佛一日夜，每一劫那个佛一日夜，到最后普贤菩萨住到最后那个世界，那普贤菩萨所有世界没有普贤菩萨的，就骗住的意思啊。那一诸佛唯有调伏一众生念念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佛法非以现觉，以非当觉，以不住于有学之地，耳心之见通达无奈，无量智慧，无量自在，教化调伏一众生，是为诸佛第七自在法。一切诸佛能以眼界、眼处、住耳处的佛事，像耳朵聋了，拿眼睛做。佛没有耳聋啊，我说我拿眼睛做，拿嘴巴子做，说还可以。眼睛能在耳朵做佛事，用耳朵看，不要眼睛了。那耳朵呢，做鼻子。耳朵能闻味儿，那鼻祖做舌的佛事，舌头呢能在身处佛事，身处呢做意的佛事，那意处呢世界住世间，除世间种种境界，一境界能无能做无量广大佛事，是为诸佛第八自在，六根护作佛事，眼耳鼻舌身也六根护作佛事。一切诸佛其门毛孔亦能容一切众生，一众生其身须不可说佛刹而无排乃，一众生步步能过无量世界，如是辗转尽无数劫，悉见诸佛出现于世，教化众生转进法轮，开示过未现未过去未来现在不可说法，尽虚空界一切众生住处受身，唯一往来及其所受种种乐趣，皆悉具足而一切众无所障碍，
是为诸佛第九自在发问，这真自在了啊！一日佛于念前，现一切世界微尘数佛，一念现微尘数世界诸佛，一佛皆于一切法界，众妙莲华，广大庄严世界。一莲花狮子座上成广诸妙莲花广大庄严世界，莲花藏的狮子座上成正能觉，世现诸佛自在身力。由于众妙莲花广大庄严世界入世于一切法界中，不可说不可说的种种庄严、种种境界、种种形象、种种视线、种种接受，清净世界入于一念。一念是这样子，念念都是这样子。如是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一切念中，一念一切现，一念无量众，不假中立。为什么入手方便力，就是不假作意，不假用力，是为诸佛第十自在法。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那么当时在土林寺一起接待阿底峡尊者的不仅抢救文，还有一位就是大医师忍间散播。那个时候的这个忍间散播呢，已经是学有所成，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所以原本认为啊，在阿底峡尊者身边可能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尤其关于秘法呢，他自认啊颇有建树，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卓姐是印度国宝级大本之丹，所以呢，理应好生招待。于是呢，当卓姐抵达土林寺的时候，任贤桑不就陪同他参观了整个寺院，并且里里外外的仔细的介绍了一番。因为大家也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土林寺当初建这个土林寺的时候，设计人他这个任贤桑不是设计人之一，所以他肯定非常了解。那么卓姐呢，每见到一位本尊像的时候，就能立刻做出一段偈颂。这些偈颂呢，也不是一般的偈颂，这里面的字字句句呢，都跟眼前的这位本尊非常的契合，非常呼应，而且还能够完全的精辟，完全精辟的表达出这位本尊的秘绪和成就法。任贤桑不见状，心中暗暗的觉得，卓姐可谓对秘法是融会贯通，了然于心。于是呢，任贤桑不就问了他一些问题，接着两人就便讨论了起来。就这样一来一往啊，卓姐也感到非常开心，而且对任贤桑不的博学多闻也非常的惊讶和赞叹。他说：“哇哇哇，西藏有你这样的人才，干嘛还需要请我来呢？”当时呢，两人都对彼此钦佩有加。尽管如此呢，之后有一次，阿底夏尊者看到任贤桑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别修不同的本尊，于是呢，就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差强人意，所以呢，第二天就找任贤桑波，两人又关于秘法讨论了起来。阿底夏尊者说：“您的智慧过人，博学多才，这字不必说，但是敢问如何能让一个人在一个座位上面把所有的本尊法门全部结合到一起来修行呢？”任贤桑波闻言便说道：“那就需要按照各自不同的成就法来依次修持啊。”听他这么一说呢，阿底夏尊者心想：“看来我可能还是得来西藏这个藏地一趟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呢，任贤桑波就问道：“您是如何一起修的？”于是呢，阿底夏尊者就对任贤桑波呢一一道了，比如说先是如何把显宗修法融合到一起，再怎么把密法的法门融合到一起，然后呢再如何全部一统修持，如此这般如此之后呢，这个任贤桑波呢犹如醍醐灌顶，甚是受用。随后呢，他便供养了一些金子，继而向这个尊者求得了圣乐金刚和金刚亥母的灌顶。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也将这两位本尊作为他自己修行的核心，一直潜心修持。所以呢，可以说虽然任贤桑波本就学富五车，但是呢，真正的实修口诀都是来自于阿底夏尊者。总之呢，不管怎么说呢，阿底夏尊者认为任贤桑波呢，无论是藏文也好，梵文也好，他的这个语言表达和翻译能力都出类拔萃的，所以呢，就希望他可以作为自己的贴身翻译。但是呢，当卓姐开口相邀的时候，任贤桑不就指着他自己的头发说：“您看我的头发都这么白了，是时候去实修了。”换句话来说，他就是
想要辞职去休息。所以呢，当求乐己离开阿里地区的时候，他们分道扬镳了。后来呢，人前散布果然呢，把自己锁在了一个闭关房里，把唯一可以进出的大门也用钉子钉死，只是留了一个可以送饭的小口。而且呢，他在门槛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在这个房间里如果升起任何世俗妄念，请护法们让我脑浆崩裂。所以呢，在阿底峡离开阿里之后的十多年，他就这样在闭关房里潜心修法，直到他亲见本尊。在此之前呢，人前散布也一再的鼓励大家，趁着求乐己还在藏地，要尽量的在他座下领受更多的教法才好。尤其当时呢，佛法在藏地的情况实在是乌烟瘴气，异端邪说层出不穷，很多人都对佛法都有不同的误解误区，而且不乏各种不懂装懂的人，导致呢彼此之间争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压根儿也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说法和法教。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抢救人呢向阿底峡尊者提出了七个问题。那么具体是哪七个问题呢？我们之后再讲。总之呢，说完这七个问题之后呢，抢救人又向阿底峡尊者请求道，请按照您的修行经验，把大圣所有的法义非常完整而又十分精炼的归纳起来，然后呢写一部著作。另外呢，也请你给予我密集金刚的灌顶，并且呢撰写一部相关的成就法。于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和背景之下呢，阿底峡尊者撰写了这一部菩提道灯论。总之呢，当时藏地的佛教情况可以说是乱成一团啊。所以呢，求乐己在阿里的这几年当中呢，为了帮助人们找回正信的佛教，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事必躬亲。除了讲法和灌顶之外呢，也翻译了不少经典和密续的文献，自己也撰写了一些著作。还有不少人呢在他座下出家为僧。总之呢对于那些想要出家的人呢，求乐己便传授给他们出家戒。对于想要修密法的在家人或者密咒师，就对他们讲说三昧耶的重要性。对于一般的在家居士呢，就传给他们八关斋戒。还比如说有一些佛像没有开光就去为他们开光。不仅如此呢，他为了生者消灾，为了亡者超度，帮助病人治疗等等，同时也传授给老百姓一些可以日常来修的法门，比如说擦擦的法、多玛的法等等。总之呢，应有尽有啊。好比呢，之前那些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超度的亡者，还有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光的佛像，求乐己都是亲力亲为，一一去解决、帮忙和传授。总而言之呢，所有人的这个愿望和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和实现。